其实 Ash 我现在还蛮兴奋的耶，因为手被铐住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，然后被剥夺我人生中也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等一下的表演会是怎么样。它是温水啊，温水很舒服的，真的，最多就是烫伤，但不会很烫。大人没关系啦，不要多想，而且我们已经封杀了张立东了。不要这样，我心情很好，我在找下一份工作了。好，这里你站着。对，然后。我会很用力泼，用力泼，用力泼。